那相遇的一瞬间，为你把时空穿越。月末圆，正含泪的一双眼，转眼间沧海桑田。圆的圆的，都说爱是自己信念，翻云守局水中月，聚了散了，才知缘是繁星一点，向天再借一万年。所以以前我有什么对不起仙月的话，我今后就会在你身上补偿回来。喂，你想干嘛？故想封你为王后。喂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君无戏言。不行，我不会嫁给你的，我不属于这里的。姑已经下旨了，封你为王后。慢着，你是在这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但是我不属于这里，我不会听你的。当年要不是你一厢情愿，也不会逼得仙月躲入古墓，最后遇到问天呢，产生这些悲剧都是你一意孤行。是，正因为我当年不够坚持，才会伤害仙月，所以我现在不会犯同样的错误。来人！喂，等等！陛下，等等！通知魔音，让他立即挑选良辰吉日，姑要封丁瑶姑娘为王后。是。我不会嫁给你的。你必须嫁给姑。江寒，好好看守丁瑶姑娘，如果她离开王宫半步的话，你们的人头落地。遵旨。喂喂喂，请王后回宫。我不是王后，你不要乱叫啊。王后如果一定要出宫，就请先斩了微臣的人头。你们动不动就砍头，你命很便宜啊。请王后回宫。不跟你讲了，古代人死容易，死戎狄，混蛋呢！不管你是，哎呀，这里又没有电视，又没有电脑，哎，老天爷，你别玩我了！之前要男朋友你又不给，一给呢就给个皇帝，我不要，我要回家。师父，师父请息怒。我怎么息怒啊？陛下居然让我挑选黄道吉日，要册立那个妖女为后，陛下是不是疯了？为什么？你都死了二十年了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师父请息怒，听清有一计，可使陛下娶不了丁瑶。为了参见陛下。为什么不先通传一声就直接来姑的御书房呢？臣听到了谣言，陛下要立丁瑶为后，已经令大祭司挑选黄道吉日了。这不是什么谣言，是姑的旨意。陛下，这万万不可呀。为什么不可？你凭什么阻拦？王兄，这南越国不是你一个人的天下，祖先创业艰难，祖训有云，后世王族当以百姓为先，社稷为重。想当年，你就为情所困，
想要拿大祭司仙月为后，结果导致问天之乱，生灵涂炭，南越差点有灭国之祸。如今你还要一错再错，再拿丁瑶为后吗？你就不怕上天再次降罪南越吗？吾贵为天子，那谁为后不能自己决定吗？陛下，谁都可以，就是他不行啊！别以为你是姑的胞弟，你就可以以下犯上。王兄，你别被儿女情长所困啊！这么多年，你心念仙月，无心理政，朝政荒废已久。昨晚的异兆，难道不是预警吗？王兄，臣恳请你收回成命，不要再一意孤行，连累百姓和你一起遭殃。你爱过吗？臣没爱过。对，所以你根本无法理解我现在的感受。如果你真正爱过一个人的话，你就会明白我所做的一切的一切。但我绝不会为了一个女人弃江山社稷于不顾的。孤心意已决，别再劝孤了。陛下，退下。王兄，别再违抗孤的旨意。将军，何事烦闷呢？大祭司，你为陛下选择良辰吉日了？亡命难违啊。昨天的预兆，主凶主吉。大凶。祸由何出？红颜祸水。可惜没有人能阻止陛下。大祭司也不行吗？除非那个女人消失。很早就进来了，只是王后忙着骂人，没看见我而已。你别再叫王后啊，要不然你也要出去。你真的不愿意嫁给我们陛下？废话，嫁给我们陛下，你就是南越的王后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为什么不愿意呢？如果我想嫁个有钱的，我犯不着跑到3500年前啊！我都说我不是这个年代的人了，你不明白？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办法帮我离开这里啊？带我回到那个古墓啊，我把九星轮倒转，估计就可以回去了。其实我就是奉魔音大祭司之命来救你的。魔音大祭司，他为什么要帮我？哎呀，你不要问这么多了，来，这是你的衣服，赶紧换上，我带你离开这里啊。我的衣服，哎呦，啊，他是不是喜欢戎狄呀？哎呀，你不要问这么多了，赶紧赶紧啊。哦，哎，但是我要收拾一些古董带给我老爸。哎，等我一下。我真不明白，你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呀？哎呀，你不懂啦，这些东西在我们那个年代都是古董。哎呀，行行，你要快一点，刚才我往门口那两个侍卫支走了，如果他们待会儿回来一看见你，肯定走不了了。哎呀，哎，快点！哎，你告诉我那个古墓怎么走啊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正前方有片树林，穿过树林就是古墓了，知道了吗？嗯，那我先走了，多谢，拜拜。丁瑶，你不用谢我，我也不知道这样
到底是不是在帮你？陛下，丁瑶逃跑了。什么？这么多人看着他，怎么会让他跑了？臣该死，快传魏辽来。是。皇兄，啊，魏辽，你快点召集人马，一定要把丁瑶找回来。是。大将军，速分四个方向出城，搜捕丁瑶。是。还有，抓到他以后，就地处死，不得有误。快去！是。是。为了南越王朝。只有你死了，丁瑶。累死我了！这个戎狄都没追过我，就向我求婚。这么大的王国，连个钻石戒指都没有，想我嫁给你，想得太美了。不过幸亏。我拿了那么多的古董，带回去就发财了。哎呀，救命啊！救救我呀！啊！哎呀，有人吗？有人来帮帮我呀！来人呐！阿婆，你没事吧？姑娘，帮帮我吧，我实在是走不动了。可是我怎么帮你啊？只要你把你身上的一样东西借我用一下，就算帮我的大忙了。我身上有什么啊？你是说干粮啊？我不要干粮。那你要什么？就把那个镇妖瓶给我好吧。镇妖瓶？什么瓶啊？镇妖瓶啊，你给我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等一下。是这个吗？别装蒜，不把镇妖瓶给我，我今天就吃了你。你是谁啊？救命啊！想跑。好性感的女人啊！石禄神君，你偷袭女祭司，强取镇妖瓶，鬼帝知道吗？胡姬，你少管闲事！你私自来夺取镇妖瓶，就不怕鬼帝降你的罪吗？我有了镇妖瓶，还用怕石幽冥吗？胡姬，识相的快点滚开，否则我连你一起吞掉！哼，你找死！我的名字叫丁瑶，如果你在我们那个时代呢，一定赛过安吉丽娜·朱莉，说不定呢还能跟 Brad Peter 搞婚外情呢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应该是在夸我吧。我救了你的命，就是你的恩人，对吗？嗯。既然如此，拿来吧。拿什么？镇妖瓶？什么瓶啊？你们个个都要那个什么瓶？丁瑶，可不要考验我的耐性啊！讲什么呀？我真的没有，真的。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快，抓住丁瑶！大将军，有妖怪啊！都给我上！是。Yeah!
天！干嘛？快去！天！仙月，什么仙月？你说什么？仙月，你啊！求求你，你救救我！哼，这种小妖怪是你的对手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要是他的对手，就不用你来救我了。好啊，那你先解开我的封印，放了我。什么封印啊？怎么解啊？仙月，你是装的还是真忘了？移开我头上的五彩石啊！哇！这么高怎么移啊？废话，当然是用你的护身符啊。等一下，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你爱解不解，反正蛇妖吞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啊！救命啊！石禄神君，你可知道他是什么人？少管闲事，不然你一起杀！你找死！哇，原来你这么厉害啊！谢谢你，千月。当年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什么？什么杀你啊？你搞错了吧？认错人了吧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害我被封印在古墓里二十年。如果你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就要你的命！
哦，你真的是坏人呐！大将军，你是伤不了我的。为什么不杀我？这么英俊的男人，我可舍不得。大将军，我们后会有期。仙月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都说我不是仙月，你认错人了。你再不说，我杀了你！哦，原来这妖瓶在娃娃里啊！你还敢说你不是仙月？你别过来啊！过来，我对你不客气的。是魔族掌旗使胡姬，王兄，什么时候未了？臣被胡姬所诅咒了伤，他追定瑶是为了镇妖瓶。什么？镇妖瓶不是毁掉了吗？这臣也不太清楚。你确定抢镇妖瓶的是胡姬？嗯。他是什么人？他是石幽冥的掌旗使。那么定瑶姑娘会有危险了。快点带路。好，快把这妖瓶收起来。怎么收啊？这我怎么知道？回来了，快跑！
镇妖瓶给我，不然我杀了你。这个破烂瓶子，我把它给你就是了。妖瓶已碎，我就不跟你们浪费时间了，快点去追啊！你凭什么命令我？问天，你怎么解除封印的？来人，抓住他！好啊，你这个昏君，今天我们就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。现在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顾及私人恩怨？镇妖瓶呢？我问你镇妖瓶呢？打碎了啊！老师，警察刚才勘察过了，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，所以按失踪案处理。哦。丁老师，你怎么回事啊？瑶瑶失踪了，你一点都不着急？难道这九星轮比瑶瑶的命还重要？哎，你不知道，我一直在琢磨，瑶瑶的失踪会不会和这个九星轮有关？啊，你是说有人想抢九星轮，所以绑架了瑶瑶？你呀，侦破片看多了吧？我的意思是说，瑶瑶会不会被卷进了这个九星轮里面？啊？小宁，你知道这个九星轮它是做什么用的吗？我知道，它是南越国的至宝，是用来祭祀用的。嗯，这两天啊，我查阅了相关的资料，据史料记载，相传九星轮是用天梯的断木所造，具有预测凶吉的能力。那怎样才能预测到凶吉呢？那就是要预测未来。那怎样又能预知未来呢？那就得穿越时空。穿越时空？您是说瑶瑶她？啊，你看啊，这个九星轮的每一个齿轮上都刻有数字。嗯。从一到九代表时间，其实这就是一台时光机器。这两天啊，我一直在琢磨，瑶瑶会不会是误转了这个九星轮，被卷入了另外一个时空呢？那可怎么办？那他还回得来吗？啊，从理论上讲，如果他能够驾驭好的话，他就可以自由地穿越时空，回到我们这个年代来。那太好了，丁老师，你能不能操控这九星轮啊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可以回到古代把瑶瑶带回来了。眼下我还不知道，但是按照古书上的记载，应该是具有相当能力的人才能够掌控它。不过我想，如果用现代的仪器试一试，应该也能行。可惜的是啊，不知道瑶瑶被卷进了哪个年代，难道就没有办法了？啊，办法也不是没有。我想把九星轮相关的数据呢，先输到电脑里面，
大概能够测出瑶瑶要去那个年代，不过这要花费些时间。那我们赶快动手吧，丁老师，瑶瑶一个人在古代，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危险。您赶快测算数据吧，需要我帮什么忙吗？啊，不用，你啊，帮我泡杯茶就可以了。好。你居然把镇妖瓶砸碎了！你可知道那是上古的圣物，是女娲娘娘用来镇压群魔的宝贝。如今被你弄碎了，此后三界的妖魔再无顾忌。如果一起出来为祸人间，到时候生灵涂炭，人间就有可能灭亡。你知道这后果有多严重吗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对啊，他也不是故意的嘛。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。如今还有什么办法？你简直就是祸水。如果能把十二颗灵珠找回来的话，是不是可以重铸镇妖瓶？要是有你说的这么容易就好了。十二颗灵珠散落在四面八方，怎么找？而且各路妖魔如果知道我们在寻找灵珠，就会倾巢出动。灵珠万一落在魔族手里，那三界就真的完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能找回来的话，就能重新铸造镇妖瓶了。原则上说应该可以吧。那就是有希望了。女娲神卷上倒是有记载，如果能找回来应该是可以的。就是真的还有希望。问天是你放出来的对不对？当时的情况，我要先保住性命吗？你居然能解除我师姐的封印。你真的是仙月的转世？陛下，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陛下还有心情想这些？对不起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寻回十二颗灵珠，重铸镇妖瓶。可现在十二颗灵珠在哪里？丁姑娘如果是仙月大祭司转世的话，应该能感觉到吧？不错，镇妖瓶本为女娲娘娘所铸。我师姐是女娲传人，如果你真的是我师姐仙月转世，你应该可以感觉到十二颗灵珠的所在。对，你试一下用你的小娃娃去感应一下灵珠的位置，可不可以啊？
这个方向感应好像很强烈啊。是吗？这边是西北方，那灵珠很有可能就在这边，我们就向西北方向去找吧。我自己去找不就是了？哎，不行，你一个人去手无寸铁，非常危险。不如这样，你将你的小娃娃给姑，姑派人去寻找，行不行？不行，陛下，这个护身符除了我师姐之外，没人能用。丁瑶可以操纵这个护身符，已经是奇迹了，所以只能是丁瑶去。那可以派人保护我吗？不行，大队人马调动势必引起骚动，如果被石幽冥发觉，岂不是弄巧成拙？可差遣高手暗中保护。未了，臣在。陛下，不行，大将军身负保卫国都的重任，不能轻易离去。那该怎么办？姑亲自去？万万不可，陛下乃一国之君，怎么能撇下江山社稷而轻易涉险呢？况且寻珠之旅期限不定，万一一年半载都无音讯，难道我南岳就永远无主吗？丁瑶姑娘和姑一起去寻找灵珠，留魏辽和大祭司摄政有问题吗？应该没有问题啊。陛下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请陛下三思。我去，我陪他去。你不用那么紧张，我不是要跟你们动手。如果真的动手，你们未必是我的对手。你们不是要找一个人陪这个丫头？什么丫头啊？我的名字叫丁瑶。是要陪她去找十二颗灵珠吗？你是想寻回十二颗灵珠，霸占镇妖瓶吧？如果我真的想要镇妖瓶，我20年前就可以拿到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你们有比我更好的人选吗？我信他，虽然这个小子他……哎，我有名字我就问天。随便了，虽然他表面凶神恶煞的，但我看他样子是个好人，我选他了。你知道他杀过多少人吗？没错，我杀的人多，我杀的妖更多。但不管是杀的人还是妖，都是该杀的。那么仙月呢？仙月不是我杀的。亏你说得出口，你是不是想打架？打就打，怕你吗？来呀，来呀！好了，杀他！这么点小事，吵什么吵啊？听我讲啊，戎狄王，你留守都城，你陪我去找灵珠 ，OK？ 哎，OK。就像爱情在回旋。